多谢秀子。 兰久未归家，或为挂念，就不久留了。明日一早再来寻兄长。哦，也罢，那兰弟好好歇息，明日再会。大兄，近来家中一切可好？家中自是无事，每日劳作也没甚新鲜。 日前才有一支军马路过，往西去了。领军之人是个肥壮将军，说是什么淳于将军。淳于将军，我听子佩说起过，袁绍入主冀州，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名叫淳于琼，位高权重。长春里记在冀州地界，也算作员工之下。那胖将军。 莫非就是此人？啊，四是这个姓名。唉，大军过境，战事将起，恐怕失火非福啊。男子一天到晚常念这些功业名利之事，将来阿云从军，离家后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。嫂嫂。 莫要担心，云即便投军，也是在远宫帐下，仍在冀州，离家不远。或可时常回乡探望兄嫂。投身军旅，其实你想回乡便能回乡。清平无事之事未罢，但如今事多，阿云，嫂嫂有何吩咐？你娶了表字，行了冠礼，也不小了。 是该成家之时。嫂嫂，此事为时尚早，为时尚早。哎，阿秀言之有理，不早了，不早了。人生大事，怎可不早做准备？走进乡里，可有哪家中意女子？大兄为你说媒去。 下山劳累，先去休息了。
一早就把我从家中拖出。上巳佳节，一时一刻都不许耽搁。是是，谨遵将令。走吧。钱个捧个钱场，没钱个捧个人场哟。今儿个给大家表演一个喷火绝活啊！各位乡亲们，瞧好了。
真精彩，不知下次再演是何时。子子若看到了，定也惊奇不已。哦，哎呀，子子让我采些香草与他做修习祈福所用，我一时间将此事忘了。无妨，现在时候尚早，我们可采了香草再去寻嫂嫂。去寻子子吧。哎，阿娟可有看见子佩？方才逛铺子看百戏时，蓝兄还在呢。啊，许是采香草时走散了，我二人寻原路回去找他吧。
以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翘袖折腰，美人如玉；思之如舞姿轻盈，婀娜多姿。妙哉妙哉！啊，好，好，舞姿妙哉，再来一个，仙女下凡呐！啊，抱歉，谢谢各位。阿娟来的晚了，不曾看清，那舞好看吗？上看吧。休要乱说。好，是阿娟乱说。阿娟莫要笑话子佩了，今日兄嫂也来同游，想来应是在滹沱河畔休息，莫要让兄嫂久等，快过去吧。都听兄长的。等等，看那边。小娘子舞跳得甚美，不如给兄弟几个再跳一次。莫要这般。听听，这小娘子说话声都这般好听。爷爷一定好生疼爱。你，恶人，快让开！嘿，哪儿来的黄毛小子？爷爷这边恶给你看，找打！贼子休得放肆！这位娘子，可有伤到？多谢两位郎君，度若无事。啊，那便好。杜若，啊，这是娘子姓名。我是杜若，不知几位是？啊，在下夏侯兰，家在。在长春里，我叫樊娟，与两位兄长一同来游上寺。阿若子子可也是来游上寺节的，与这位小郎君一同。这孩子乳名阿树，是我幼弟。今日佳节，母亲让我带阿树来河畔拂戏，祈求今岁平安。子子难得来游玩一番，可莫要被方才那些登徒子坏了心情。我与两位兄长也正是为游上寺而来，子子与阿树可愿与我们一同？若是不打扰，那便再好不过。自然不会，我与子子一见如故，求之不得呢。哎，两位兄长且跟上呀。阿娟这便是又交上新友人了。子佩，莫发呆了，快跟上吧。是。
不小心扭伤脚踝，阿娟又为阿若子子治伤，君子非礼勿视。不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略有淤青，未见肿胀，倒是无甚大碍。稍后我回家为阿若子子拿些药材，捣碎敷上，仅歇两日便可。无碍便好，无碍便好。近来风波略平，乡里幸而无扰。今日上寺，左近乡邻同往滹沱河畔拂戏，也是难得甚广。只可惜先生不愿同行。先生毕竟年高，想要清静。佳节吉日，若先生在此，你可不多拘束。小子顽劣，居然敢编排师尊。阿娟回去便告诉老前辈。阿娟莫说，阿娟莫说，不然先生又该罚我。昔日光武帝尚未立业之时，穷迫于途，前有此大河，后有追兵，众人饥肠辘辘，人困马乏。阳夏侯冯公孙为光武帝亲征麦饭谷赋，至滹沱河前，光武帝使怀陵侯王元伯前去探查。怀陵侯去看时，河水波涛汹涌，未稳军心，却谎称滹沱河已接坚兵，大军可入。待光武帝率众行至河畔，只见河水果然结冰，于是光武帝得以渡河南下，入住信都，终以此为根基，光复汉室天下。今我与兄长师从于蓬莱枪神，他日建功立业，匡扶天下，当不负此河当年之兵也。银星，你看他们。兄长莫要取笑我。阿若子子，阿娟与阿若子子一见如故，改日常来长春里呀。阿娟妹妹，子子一定常来。云兄，你随阿娟来。在河畔采的。多谢阿娟。上巳节赠予的香草，有驱邪之效，能护佑云兄身体康健。还能……哎呀，总之，云兄切记将它收好就是了。既是阿娟一番心意，我自然会小心收好。那是这两人是谁？看不真切，不识的。阿若娘子，你识的那两人吗？虽不确定，但其中一人身形、衣着装束皆与我家邻居相似。
我家与他时常来往，十分熟悉，应当不会错认。我送阿若娘子和阿树小弟回正里，以防不测，如何？也好，阿娟可与兄长嫂嫂回家，我与子佩同去正里，万一有事也多个照应。岂敢劳烦两位郎君。阿若子子放心，两位兄长很厉害的，他二人本就好动，若是平安无事，就当是去正里游览一番，若是万一有所变故，也好帮忙。杜若，谢过两位郎君。那便有劳两位郎君，阿娟妹妹，日后再见。两位兄长，路上小心。阿若子子，莫忘了之后来城春里玩呀。Thank you.